受不了。历来滑雪最热的一天。什么时候滑过八度的雪啊？对啊，他说这个是三月的气温。变速的，哎，挪啊，不会滴水，因为水上午就滴光了。不冷吧？所以现在是要到底是视频公开的？没有啊，你不是说要去三芝站买那个吗？所以我们要去三芝站啊。没有说要去吃苹果派，没有啊，要吃也是可以啦，如果你吃得下的话。他在练，刚坐车怎么坐到好像袜子都卡在一起？卡在一起？这大拇指，刚大拇指觉得已经很紧。唉，你今天一样这么高温，明天低一点，明天2度，今天8度，总算脖子感受到有点冷了。刚刚我们后面大家没有全下车，他们要坐到哪里去啊？算是站吧，还是就下去了，去汤田中。去趟田中也可以不用钱啊。到上芭蕾为止不用钱，以下要给钱。哦，对嘛，你看他们的走那一面都可以很低，但是他反过来那面都没有很低。什么叫低或不低？就是背向山的那一面都没有办法很低，他们的手的那边都可以这样爬下去一样，但反过来他们。没有办法折过去啊。对啊，你那时候还说一样，这样子我觉得他们会不会正跟反的速度是不一样的，偷作弊，正面很安全就这样，反面怕就那样，有可能，我下次观察一下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他们身体没躺上去啊，但是他们脚朝前弯，有点像屁股坐下去而已。他们下去的只有屁股，没有上半身。应该是朝左比较好。对。哎呦！
不知道啊。哎呦，然后我就对啊，我差点就要撞上你啊。好像不对，是右边，是那边，是那边。你看了这个箭头，红线应该是那一条吧？红线应该是这一条，还是这边是黑线？是吗？是是是。不是啊，你在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我还没有迁入。哦。然后你等都不等我。我没听到啊。对啊，耳朵就这样啊。你回去看我有没有讲。开了吗？开了。好像是欸，这个好像没有多黑，这应该是红线吧？好吧，继续走吧。绿线怎样？就是很这样啊。刹车很困难，有很困难吗？有，我觉得很困难。
有断层的黑线。继续一路滑下去啊，还好吗？还好。脚会酸吗？很滑而已啦。没有很滑啦，还可以刹车。等下路径勾过去再勾回来，对你来讲会好一点。为什么这边是家人头？我怀疑前面的下面会不会有很多人把它刮得很重，大约下到这第三个人的地方就可以往前冲了，前面冲往左转，这样。要先上去买吗？先让你吃得下苹果派吗？对啊，那就是到不行为止，然后要走到那个加仁特进去的地方才是丸子三兄弟啊。他去了，
啊，走这边好，对走这边的话可以直冲，走那边的话还要转弯。直冲了，直冲了。一宿一宿又热了，放红色架子那边。哦，你是说不用带上去？有道理耶。放上去、啊。有道理，哎，对，放在旁边就好。哦、你没讲，我还没想到，我还想着要插在缆车外面。对哈、哦，不用带上去。带上去的。对啊，有道理。等一下有没有饮料可以喝？三百里までってことがあるか見に。至少可以坐第二车吧，没有人要来了吧？刚才在想说要跟别人坐了，后来觉得嗯，有三颗啊，要坐第三车啊，都可以啊。你一说没有第一个，那就来坐最后一个，有道理。马上就拉外套，散热散热。很多人，好热，太热太热，蓝天呢、欸？那要关了吗？还是不用关？不用关，关好了，稍微买东西而已，到了再关。第一车有人坐，没了。嗯。
要检查一下。这有那种飘飘飘的，飘飘飘的声音那么大，他跑去关第一个人的门，帮他关好。嗯，要往后这边坐啊，看背后。Rooftop dining， 很贵啊。哎、欸，就是那个改装的那一间餐厅。对啊，很贵啊。果汁加价卖。对啊，哎呀，在店里都蛮这样。他再怎么加价，也比那个饮料800。中立山车房比较好吗？那下来的时候嘞？如果你想要看后面，你也可以坐。往上看好像没什么。拍个照。哎呀，帮我提货架，好。晃啊晃啊晃！觉得看起来很乖，真好。这段发福皮还是那种玩起来？那就是发福皮。那就是发福皮。对。哎呀，那滑的好像还蛮快就到了，不觉得一个缆车拉上去就到了？天哪，我不会要到了，还没到。没有，不知道我哦，因为两个车交汇要变慢，彻底下去，避免碰撞啊，彻底下去了，车早就下去了啊，已经超过交汇了吗？早就下去了哦，所以是已经到了，到了，对啊，还没，这里又有一个车，怎么会？他现在挂几台车啊？那、啊、后面我们三台车啊？不是的，我是说他到底挂几台？他挂四台哦，不可能是四台啊！这里才是中间啊！是啊，前面有车吗？有，前面刚好我明明又看到有一个车跑掉了。那就挂四台啊！对啊。好热哦，还是下毛毛的先脱掉，太热了。再来又是室内，好热，受不了。再等起来，再坐车的时候再等起来就好了。是，对，哎、欸，那你关啊？还是你要我看着外面？不用了啦，你就关啦、啊，不然等一下忘记关了。还缓慢的车子离开。那这中间会变慢，是因为那个1324正在上下课。好，关了哦。好，那我也关了。